个人觉得他们今天可以谈成这样，我觉得他今天就是个奇迹 day。不投，馆长给你跪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十八号还没出来，大家不要那么紧张。两边形态差异太大，所以我认为不会合。结果我今天是跌破眼镜，他合了，那他合了，你说我开心吗？我当然开心了，因为毕竟两个打一个嘛，那种感觉就是爽。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整体国家，大家要放下这个意见，大家要合作。你说社会形态，你说人的野心，或者说当一个政治人物也好了，天上就是那颗星星，就只有一颗星星，这个星星叫总统星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想摘那颗星，所以你说谁让谁，基本上我个人觉得他们，你们这两个人，然后这两个党今天可以谈成这样，我觉得他们今天就是他们的奇迹 day。 可是我是什么样的原因迫使他们非得谈不可，相信你也了解，就是台湾经不起继续让民进党继续做下去嘛。我今天看到非常多的1450网军在那边挑起双方的斗争，他们现在只能剩下这一招。为什么？因为蓝白河的威力太过强大。我跟各位讲一个很严重的事实，这个我们议员也知道，其实我们国内有很多弊案我们都在追，但最终为什么都追不到？你再给他当八年，早就没证据了，早就没证据了啦。哦，那你趁这个修修还查得到还有蛛丝马迹的时候，你赶快把政党轮替，让我们这一些该抓的人抓去关，让我们该改的法律开始改起来，人民才会公平正义嘛。该修的居住正义，该改的司法改革，这些东西都把它做好，我觉得人是可以听得进去的。我们大义嘛，不是大义灭亲，我们要讲大方向嘛。不然我现在要下跪了，不投，馆长给你跪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十八号还没出来，大家不要那么紧张，大家也不要先自己打自己，好不好？